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姚雪松。晚上好，石小诺，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13号召开会议，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会议强调，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和关键，要树立一体化意识和一盘棋思想，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一体化建设，强化创新驱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产业链水平，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抓好统筹协调，细化落实，把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分解落实，明确责任主体。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要增强一体化意识，加强各领域互动合作，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稳中求进，增信心系列报道。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即将投入运营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天上午备受关注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完成了真机试飞。这次真机试飞成功以后，大兴国际机场开始转向投运通航的准备。我现在是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停机坪，那么大家来看，在我的右手前方呢是国航和厦航的两架飞机。我们再来看，在我的左手方向呢是南航和东航的两架飞机，这四架飞机呢就都是在今天上午的10:30之前呢安全的降落在了大兴机场。那么这次飞行呢也标志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首次飞行验证成功。那么接下来呢，机场方面还有很多后续的工作。据了解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呢将在今年的6月30号呢全面竣工，在9月30号呢正式开通运营。今天上午9时29分，一架南方航空公司空客 A380飞机平稳降落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西1跑道上，随后东方航空公司空客 A350-900 飞机、国际航空公司波音 B747-8 飞机、厦门航空公司波音 B787-9 飞机也先后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西2、东1、西1跑道降落。大兴机场属于机场保障等级分类中最高的 4F 级，跑道长度所能保障起降飞机的翼展和轮距，在目前所有机场中居于首位。这次选取4种不同航空公司的代表性机型，进行覆盖4条跑道的压力测试，是对机场保障能力进行充分验证。今天我们747-8飞机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试飞，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圆满结束。我们于9:40在大兴国际机场安全落地。整个空中飞行过程虽然时间短，但是比较平稳有序。我们选用的是最先进的空客 A350 飞机，我们挑选的是我们东航最优秀的机组，我们按照民航局的要求把相应的科目圆满完成试飞任务。试飞是颁发机场使用许可证的必备条件之一，今天进行的是基本试飞，主要测试机场的一般保障情况，接下来还将有2个阶段的试飞，8月将开展机场低能见度专项试飞，8月、9月将开展全面试飞，确保机场投入运行后空地协同顺畅高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定位为辐射全球的大型国际枢纽机场，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源，也是支撑雄安新区建设的京津冀区域综合交通枢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机场的3纵1横4条跑道也是我国首次采用交叉型跑道设计。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呢是采用三纵一横的全向构型跑道，也就是说有三条平行跑道和一个侧向跑道，而总跑道面积呢是有80多万平方米。那么这样的设计呢，使飞机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节省时间，而且效率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提升。而且在跑道的建设当中呢，运用了很多新技术和新科技。今年35岁的徐刚强是负责北京大兴国际机场C1、C2跑道建设的项目经理。从2016年3月份机场跑道开建以来，他和700多名建设者一直奋战在施工现场。他告诉记者，北京大兴国际机场C1跑道宽度为60米，C2跑道宽45米，长度均为3800米。跑道一开始建设就遇到了难题。这个下转隧道是穿越C2跑道跟C2滑行道的，然后进场的时候有一条河流也斜着正好从这个下转隧道下面穿过。然后所以说所有的不利点就是河道处理，包括那个隧道的处理。徐刚强告诉记者，如果河流和隧道填埋混凝土的配比处理不好，后期就会引起跑道沉降，对飞机的起降造成影响。经过无数次实验和测算，他们终于解决了施工难题。引入了中国交建的混凝土的全过程监控系统，实时监控，实时纠偏，如果发现偏差在远程就可以监控，可以报警。然后通过这一系列数字化的条件，确保了道面混凝土的施工质量。据了解，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交叉跑道的设计还将大大节省旅客时间，从航站楼中心到最远端登机口步行距离不超过600米，步行时间不超过8分钟，首件进港行李到达时间小于13分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成之后，预计年起降飞机62万架次，将会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而为了保障航班的平稳高效运行，这里也将建成亚洲最大的机库、亚洲最大的运行控制中心和航空食品生产基地。紧挨着C2跑道正在建设的就是南航的机库。这座亚洲最大的机库引进世界先进技术，采用网架结合斜横架的模式，能够直接节约钢材1500万吨。整个机库进深100米，大厅净高30米，设计有8个维修机位，可以同时容纳包含2架 A380 在内的5架宽体客机及3架窄体客机同时进库，最多可以容纳12架飞机同时进行维修。未来建成后将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机务支援保障中心。我们还在这里还设置了32000平米的马太库，可以保障飞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所有航空公司的飞机提供维修保障。未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还将建成亚洲最大的运行控制中心。运控中心总共的大厅的面积3800公里，可以容纳250个席位，将我们以前的飞行控制中心、地面的运行保障中心以及我们的机务维修控制中心呢，结合在一起，能够达到更加高效、共同协同的作用。目前，航空食品生产基地正在进行米饭、面包等8套生产设备的安装，建成后日生产能力将达到10万份，高峰期达到15万份，能够满足所有航空公司的配餐需求。总投资799.8亿元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交通配套方面则实现了5纵2横的综合交通主干网络，大大提升了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发展。刘立军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名普通的航油加油员。4架飞机试飞当天，他和中国航油的11名同事一起，早早的就来到了机场停机坪，检查航油车，核对技术指标。今天他们准备了4辆加油车，备了30多吨航油，保障首次试飞。因为这个飞机他们是从首都机场过来，本身自己带着应该是带着足够的油量。我们这边的车呢也都自带了油，足够的油。如果飞机出现这个缺油啊或者什么呢，我们能够让它这个充分的这个保障到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1期工程按2025年旅客吞吐量72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200万吨、飞机起降62万架次的目标设计，建设4条跑道、70万平方米航站楼及相应的货运、空管、航油、市政配套、综合交通枢纽等设施。从开工建设至今，多家单位采用了24小时不间断协同施工建设。
我们的这个机场、空管、航空公司、航油，多家单位整体联动。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民航局呢专门编制了总进度综合管控计划，然后把大家呢串联在一起。大兴机场在建设的高峰期呢，大概有3到4万人。大兴国际机场配套的五纵两横综合交通主干网络，包括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等在内的地面综合交通体系，可实现与首都机场的快速连接，并便捷高效对接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从设计到施工都属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个是缓解现在首都机场的航班的拥堵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更主要的，它是能够整体的提升京津地区、京津冀地区的整体的航班，就是航空运输的这个需求。随着我们国家整体的配套空域更加科学完善，大兴机场的作用呢，在我们国家一定会发挥的，它的功能会越来越大的。今天，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19》，对当前非洲猪瘟疫情以及大豆振兴计划实施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定量评估。报告显示，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生猪养殖布局发生变化。截至2019年3月，全国生猪存栏及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下降18.8%和21%。母猪存栏下降对猪肉市场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猪肉价格年平均涨幅达到21.4%。预计2019年4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降幅将继续扩大，同比下降幅度或超过22%。假设国际市场这个供给相对比较充足的情况下，今年的这个猪肉进口有可能会从去年的大概120万吨左右增加到今年的400多万吨，但是我们主要的进口来源国欧盟和美洲市场供给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说后期猪肉价格上涨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据介绍，面对供需偏紧的趋势，我国生猪产业可能化危为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中小散户退出将加快，推动国民肉食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作为生猪饲料的重要原料之一，大豆产业发展也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报告指出，2019年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将有效减少大豆外需，预计2020年大豆播种面积增至933万公顷，单产提至每公顷2025千克，大豆产量将增加18.7%，达到1890万吨，净进口将减少2%。自给率提高至16.9%。通过大豆振兴计划，一个是播种面积会有适当的扩大，第二一个产能会有适当的提高。那么最终呢，我们国产这个大豆，它的主要用途可能会转向这个食用这一块，而不是用作饲料。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我国南方地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有暴雨或是大暴雨。北方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呢，也将会有大风降温、降雨或是沙尘天气，人们出行要注意防范。今天上午，江西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新干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我们的梅山水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呢，上涨了1.4米。当地水文气象部门正加强雨情水情监测，开闸放水，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受北方冷空气影响，近日甘肃天水市各县区出现沙尘天气，并伴有5到6级阵风。中东部县区出现分散性阵雨，个别县区遭受冰雹袭击，部分海拔较高的山区出现轻霜冻。在高海拔山区，作物需要采取保暖及防霜措施，避免降温天气造成的不利影响。从5月11号夜间开始，青海省海东市、西宁市、尖扎县等地出现浮尘天气，目前浮尘天气仍在持续，预计将在14号结束。在西宁市区，浮尘天气使得整个城市变成一片土黄色。当地交通部门提醒，沙尘天气能见度低，驾驶车辆应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随着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开通，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便捷的一小时生活圈，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会到广州等地旅游。昨天，广深港高铁首次开行旅游专列，从香港开抵广州，受到很多香港游客的欢迎。12号早上，1000名香港游客分别乘坐两趟高铁旅游专列，从香港高铁西九龙站出发，直达广州南站。啱去够方便咯，好舒服啊，又好期待咯。根据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统计，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自去年9月23号通车以来，旅客数量一直稳步上升，到今年3月底，乘客量已经累计突破1000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性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为大湾区旅游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广州南站直达的话只要47分钟，所以这一小时生活圈的大湾区的这个理念就能够体现出来。将来我们会继续跟香港的旅游发展局啊，启德邮轮码头啊，再探讨一下在那个邮轮的乘客方面跟高铁有些什么旅客的需求，我们会再开拓一些多元化的产品。12号的晚上，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康德集团董事长、康德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钟玉因涉嫌犯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受此消息的影响，昔日的明星公司新 ST 康德今天收盘的时候股价跌停，再创6年多以来的新低。分析认为，钟玉被刑拘或许与星号 ST 康德近期爆出的122亿存款去向有关。4月30号，星号 ST 康德披露2018年年报，年报中称公司账面货币资金153.16亿元，其中122.1亿元存放于北京银行西单支行。随着深交所的连环问询，星号 ST 康德与北京银行的协议曝光。原来，控股股东康德投资集团与北京银行签订了现金管理合作协议，其账户余额按照零余额管理，即各子账户的资金全额归集到康德投资集团账户，这就导致了公司网银显示有122亿元存在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然而西单支行却回函称账户余额为零。5月10号，康德新回复深交所关注函时表示，目前无法确定公司资金是否已被康德投资集团非经营性占用。最新数据显示，星号 ST 康德有近15.55万股东。作为 A 股曾经的白马股，自2010年上市以来，星号 ST 康德股价最高涨幅近10倍，市值接近1000亿元。然而，仅仅1年多的时间，公司股价已跌去80%以上，当前市值仅137亿元，公司最新收盘价为3.87元每股。近年来呢，保健品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是屡屡爆出各种坑老的负面消息。一些不良企业往往是通过一些小恩小惠来吸引老年人参加活动，再通过所谓的健康讲座等形式夸大疗效、虚假宣传来兜售保健品，套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很多老年人上了当还蒙在鼓里。由于这类案件难以取证，这些企业往往能够轻松地逃避法律的监管和制裁。浙江盛世宏瑞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涉嫌虚假商业宣传一案，就是这种乱象当中的冰山一角。成立于2016年的宏瑞乐邦是一家销售保健品的公司，截止到2018年9月，在浙江共有下属门店264家，他们销售的保健品五花八门。据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些保健品都有批准文号和生产许可证，属于正常的保健食品。但特别之处在于，这些保健品只能在宏瑞乐邦的门店买，在市面上和网络上都找不到。不过这里销售的保健品却比市场上同类的保健品价格高出不少。近日，记者来到了浙江宁波海曙区的一家名为宏瑞乐邦的门店，一探究竟。我们是叫做宏瑞乐邦，我们总公司在重庆，现在可以贴的。啊，免费充电的。今天我给你免费的用一下，好吧？这是这个煎呢、啊。哎，可以啊。这个宏瑞乐邦就是做的挺好的都。这家门店里产品还真不少，
不但有形形色色的保健品，柜台上还摆放着牙膏、食用油、料酒等日常用品。这个红景天是软化血管的，就是睡眠不好啊，人家疲劳啊什么的。骨头疼也是啊。嗯，对，骨头疼是这个，吃软片，里面有90粒。可以吃这个是吧？嗯，我们还有这两个晚上，还有以前我们还有胶原蛋白肽呀、黄牛酸奶粉、松花粉，我们都买的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而普通的保健品会被红瑞乐邦公司吹得神乎其神，通过夸大产品疗效的方法进行虚假宣传，造成了对消费者的误导。一颗胶囊里边所含有的红花提取物，首先对咱们的血管进行软化，对血栓进行处理。红花籽油对中老年人血液血管方面的疾病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长期坚持使用下来，我们的心肺功能逐渐恢复到正常，血液会越来越干净。同时呢，这家公司的营销方式也很特别，在门店当中，记者看到的都是老年人在参加各种各样的理疗体验和健康讲座培训，并没有发现年轻人的身影。原来，红瑞乐邦公司销售的目标人群就是老年人。为了吸引老年人，他们通常采用小恩小惠的办法引你上钩。送礼了呗？现在发个的，那他做什么来着？整鱼料。这免费的鸡蛋就是吸引更多老年人加入的诱饵。什么样的店应该发鸡蛋，要达到什么规模，红瑞乐邦公司内部都有着严格的管控。明天人数没有达到200人就准备发鸡蛋，每一个店争取达到300人以上到400人，把它稳定下来。再把老年人吸引来了以后，第二招就是打亲情牌，对老年人以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相称，关心老人的身体健康，沟通感情，嘘寒问暖，可谓是关怀备至。好，好，现在我开始了啊！在座各位，现在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我也把自己当成家一样，互帮互助，相亲相爱一家人，把大家呢，小小的人在那边把大家当成长辈一样来看待。我们在这边呢，是给大家讲的这些健康知识，让大家学会就有帮助。吸引老年人来到店里，紧接着就要给他们上课。这些课程都是有备而来，针对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和软肋量身定制讲座内容。老年人喜欢听什么，他们就讲什么。而他们通常会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起先绝口不提卖东西的事儿，先利用授课的方式给老年人洗脑，进行观念渗透。有些人呢，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有啊，跟你呢讲健康知识，是什么呢？是在关心你，关心你的身体。要是让你心脑血管疾病的话，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都是什么很严重的非死即残。什么意思呢？你不死你也得残废。好了，大家能够重视起来。铺垫了这么多，为的就是把产品卖出去，如何能卖得好、卖得多？连环套中最重要的关键套路就是要宣传到位。虽然红瑞乐邦公司卖的是保健品，但是从培训的内容上来看，讲的都是各种常见病的治疗，而且还很突出功效。除了利用课件宣传夸大疗效，红瑞乐邦公司的另外一个销售套路就是让老年人现身说法。他们销售的名为牦牛酸奶粉的保健品，实际上跟普通奶粉的功能和用法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们却录制了所谓的老年人的现身说法，让老年人说吃了不仅能改善睡眠，还能走路轻松。吃之前2个小时到3个小时。哦呦，那确实有点少了哈。那您现在呢，可以睡几个小时了？现在我一睡着，睡到就睡着了。啊，7、8个小时。哦呦，那很好了嘛哈，睡7、8个小时。好的，那你这个牦牛酸奶粉呢、啊，这个吃的，你刚才说走路也有劲了是吧？现在有劲了。现在有劲了是吧？轻松了。那你这个牦牛酸奶粉呢？您觉得花了这个钱呢、啊，值不值？值得。这些所谓现身说法的视频被拿到各个店面播放，
让心里毫无防备的老年人在组织者一步一步的引诱下落入陷阱。我们有收集了很多的一些素材，让盆会更加的热一点，逐步的升温，这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效果猛的。近期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对浙江盛世鸿瑞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在公司的电脑和硬盘中查获了超过1800个小时的商品宣传视频和 PPT 课件。关键在于他宣传的过程中，他讲的这些话，或者是他使用的这些视频课件播放的 PPT 是有问题的，认为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了虚假宣传行为。针对保健市场乱象频发的问题，今年前三个月，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193万人次，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商品进行监督检查，共立案11777件，案值87.48亿元，结案4318件，罚没款4.6亿元，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493.4万元。阿联酋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说，四艘商业船只当天在其领海水域遭到蓄意破坏。阿联酋有关方面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并正在与本地和国际机构进行合作，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声明当中并没有说明是谁对商船进行蓄意破坏的，同时目前也没有商船遭到破坏的任何画面公开。阿联酋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此次破坏事件发生在阿联酋富察伊拉酋长国以东的海域，除四艘商业船只遭蓄意破坏外，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有害化学物质或燃料泄漏。声明强调，对商业和民用船只实施破坏并危及船员生命安全是严重事件，但并未说明破坏活动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阿联酋有关方面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正在与当地和国际机构合作，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声明称，媒体此前关于富察伊拉港发生爆炸的报道毫无根据，港口运营目前一切正常，未受干扰。一些外媒当天早些时候援引一家黎巴嫩电台的报道称，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发生数起储油罐爆炸事件。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阿联酋方面否认富察伊拉港发生爆炸的消息，但围绕这一战略要地的传言已向外界释放出重要信号。眼下美国与伊朗关系日趋紧张，再次引发外界对伊朗是否会封锁全球重要原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担忧。阿联酋与伊朗隔波斯湾相望，而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位于阿联酋东部的富察伊拉港将承担起继续对外出售中东石油的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阿联酋历时多年修建的这条重要输油管线，将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生产的原油直接从富察伊拉港出口，从而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有分析认为，在敏感时间节点围绕富察伊拉港发生的特定事件，将对国际油市、地区局势带来深远影响。海鲜是美国加州的重要产业，但是近年来的气候变化也给当地的海鲜产业造成一定的威胁。未来吃什么成为从业者共同思考的问题。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的报道呢，加州海鲜餐厅和海鲜批发商找到了几种其他的海产品，我们来了解一下。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数据，自20世纪初以来，加州太平洋沿岸的平均海面温度上升了，这降低了海洋的可持续生产能力，给海鲜产业带来威胁。面临挑战的海鲜餐厅老板和海鲜批发商一致认为，应该找到一些可持续发展的海产品，以替代常规的海鲜进行出售。其中一种就是鲱鱼。旧金山湾有丰富的鲱鱼资源，但是食用鲱鱼在旧金山甚至全美国都不甚流行。有数据表明，加州鲱鱼商业捕捞的价值仅为196美元，而鱿鱼的商业捕捞价值却高达6800万美元。此外，还有海胆类，但紫海胆的海胆籽含量却不如其他同类的多，失去了讨人喜欢的能力。多刺龙虾也是龙虾，但没了美国人喜欢的龙虾大钳子，多刺龙虾也并不怎么讨美国消费者的欢心。
食用海藻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据了解，到2015年，加州商业食用海藻的产量达到了27吨，是18年前产量的4倍。除了野生海藻之外，养殖海藻也提上了议程。在某个海藻养殖的项目中，将牡蛎和海藻一起养殖，可以帮助提高牡蛎的生存几率。因为海藻可以吸收海水的酸性，防止牡蛎壳被酸性海水腐蚀。海藻可以吃，还可以帮助牡蛎养殖，或成为未来太平洋海产品的新方向。我们都知道蜂蜜有药用价值，有研究表明蜂蜜有较强的抗菌性。来自英国的研究人员目前就正在开发一种医用蜂蜜产品，他们希望家庭和医院可以用蜂蜜来取代传统的抗生素，来减缓滥用抗生素而产生的耐药性。那么这研究是否可行呢？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到2050年，抗生素耐药性可能导致1000多万人死亡，这比死于癌症和糖尿病加起来的人还要多。There are twofold causes. I think one overuse of antibiotics in humans, but also 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agriculture, which is coming into the water system, into our food cycles.在转化成蜂蜜之前，蜜蜂给花蜜添加的酶都有助于杀死细菌。科学家们希望可以通过蜂蜜来治疗感染和所谓的超级细菌。夏纳·布莱尔博士是蜂蜜抗菌和伤口愈合方面的专家，已经在该领域研究了20年了。You put honey on that, the right kind of honey, and you will clear that infection up usually very, very quickly, as well as actually stimulating the healing process.研究人员表示，蜂蜜只有在局部使用时才有杀菌作用，食用并不能起作用。研究人员希望他们开发的医用蜂蜜产品可以在5年内上市，但目前还面临很多困难。Clearly, there are other problems with honey, that it's sticky, it's slimy, all the rest of it, and it would need to be in a preparation that would be able to be used in a clinical setting in a reliable way, so that you could compare one preparation with another.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4月26号到5月10号，国际油价震荡下行。平均来看，伦敦布伦特、纽约 WTI 油价比上轮调价周期下降2.83%。受此影响，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格随之下调。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稳步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大病保险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由50%提高至60%。近日，深圳市复原学校2019年高考报名考生中，有32名考生被曝系高考移民，经调查情况属实。上述考生在深圳的高考报名资格已被取消，深圳市复原学校受到行政处罚。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绿色包装评价方法与准则，设置了包装材质种类、再生原材料添加率、包装产品可回收利用率等多个指标，建立了我国绿色包装的评价体系。日前，黑龙江抚远市鲑鱼放流站将200万尾大马哈鱼苗放流在中俄界江、黑龙江中，这些大马哈鱼苗将对涵养黑龙江水域渔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英国工党发言人麦克唐纳近日表示，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跨党派谈判中提出以辞职换取协议过关，增加了谈判的困难程度，因为新任政府领导人可能撕毁此前达成的任何协议。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2号表示，政府将提供担保，把首次购房者的首付款从购买价格的20%减少到5%。这一计划适用于年收入不超过20万澳元的已婚夫妇，或年收入不超过12.5万澳元的单身人士。12号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森林大火仍在燃烧，过火面积已达到45000公顷。据了解，此次森林火灾已经持续了近一周，超过1000名消防人员正在进行灭火作业。美国南部多个州日前遭遇暴风雨天气，路易斯安那州多地电力供应中断，洪水导致民众出行困难。
密西西比州政府已宣布当地所有受灾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了解更多的资讯。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这两天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雨后云海弥漫在崇山峻岭之间，变幻万千，美不胜收。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